我敢，就这死狗也敢让我们狗狗的东夷人的路，还不肯让开！这里是大周，凭什么给你们东夷人让路？小平，没了黑暗天子，你们都是一群垃圾！没了黑暗天子，你们的路要给我让着，你们的女人要给我先享用，懂了吗？要是我们的黑暗天子还在。 伟国，你昨天都还答应我，等你回来，咱们一家三口好好团聚。你还说要亲自给孩子取名，你怎么能就这样走了？我不相信伟国，伟国，你醒醒，伟国，伟国。快走吧，夏梦儿癌症快不行了，这段时间。 我会顶替你黑暗天子的名号，震慑动一七国。你不用担心我，战事已经双方和谈，不会有太多危险。你只管回去，见弟妹做过一遍就行。大哥，珍重，保重。龙飞，帮我照顾好你嫂子，还有我那未出生的孩子。 我不相信魏国，魏国，魏国！嫂子，你还有云在身，不能太激动。起来吧，嫂子，对不起，嫂子，都怪我。如果我当初不离开的话，大哥就不会死。不怪你，这都是魏国的选择，都是为了这个国家。 要怪就只能怪那些敌寇，又不是他们发动战争，魏国怎么可能远征？又怎么可能容马7年？他又怎么可能会死啊？凡人，把萧魏国的棺材给我丢出去！凡人，把萧魏国的棺材给我丢出去！ 小静，小静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说我来干什么？嫂子，我和山口太郎今天要在祠堂举行婚礼，你们却在祠堂摆放萧魏国的棺材，不掩救是不是？你是好好说，凭什么随便动手打人？三小鬼，本小姐让你说话了，马上把萧魏国的棺材给我弄出去，不然我就把它丢到后山去弄了。凭什么？丈夫生前保家卫国，守护山河。 功勋药师，而且还是黑暗天子。按照族规，我丈夫这种周游护国之事，死后理应停放在祠堂。凭什么要给东夷人让路？我敢！嫂子，庄阿姨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嫂子，哈哈，黑暗天子又怎么样？先天再不管，又怎么样？ 现在我还是一条死狗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老朋友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想干什么？
一想，你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性，有没有底线了？萧家祠堂今天就没有安排婚礼，新红白两世相遇，死者为大。你们分明就是故意的，你们为什么非要跟我们过不去？为什么？我的很多东西都是在了你老公手里，我的一只眼睛也是你老公给我出现的。你还问我为什么你过不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祠堂我有定了，你不把你老公弄走，我就把他什么断。你们敢？走走。我爹是萧家村的人，也是天城总督，这里我说了算。你要是不听我的，我就把你老公丢到后山去喂狗，再把你也赶出萧家村。哈哈，老朋友，一路走好。带我跟你拼了！嫂子，嫂子，不要伤害张阿姨！滚开！不回。我哥，你抓我，找死吧！我大哥为国捐躯，尸骨未寒，你们却羞辱他的遗体，还殴打他有孕在身的老婆，你们还是人吗？肯定是找死！看你是找死！萧龙飞，你敢动太郎？你一个战场下破胆跑回来的逃兵，谁给你胆子对我老公叫嚣的？之前萧卫国还活着的时候，你可以跟在他屁股后面狐假虎威，现在萧卫国已经死了，你连个屁都不是，甚至没了黑暗天子，整个大周在东夷面前都变得不堪一击。原来是一个战场逃兵啊！我还以为多厉害的人物，在哪位有种你就杀了我！你什么？我敢了！我说了，龙飞，别冲动！你要知道，魏国他到底为什么而死，到底在守护什么？难道你要让魏国的牺牲和付出都白费吗？难道你要违背你对夏梦的诺言，要将不悔置于危险之中吗？起吧。龙飞，我不求你能建功立业，也不求你无勋盖世，我只希望你别再去打打杀杀，简简单单做个普通人就好。他们或许拿你没办法，拿你在前线，他们要是对不会动手的话怎么办？我现在就伤不伤，一不小心就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往后再不动，往后余生只守护我们的女儿，守着她，简简单单生活，长大成人。有记住了，你们没有了黑暗天子，在我们东夷人面前，你们就是一条狗，没有任何尊严。来人，把尸体给我拉出来！我要按刀分尸，给我们死去的东夷兄弟一口恶气。对了。再去打周人，给我好好看着，以免得罪我龙爷。是什么下场？混蛋！住手！住手！怎么？你们这群愚民，也要为了一个死人？你等吗？当年我全家快冻死饿死的时候，是萧卫国分我们一半粮食，补助我们全家，我欠他三条命。当年兵荒马乱，我在前线杀敌，被敌人包围，是萧卫国救了我，这份恩情不能忘。萧卫国为我奋战七年，去时少年身，归来烈士魂，他护了我们一辈子，现在该我们保护他老婆孩子了。我爹是天城总督，这萧家村我说了算。你们都赶紧给我滚开，不然我把你们全部都赶出萧家村。萧家村不是你一个人的萧家村，萧家村是我们大家的萧家村，你没资格去赶我们。没错，秦辉，你嫁给东夷人了，你才不是我们萧家村的人，该滚的人是你。滚滚滚滚滚出去！既然你们想要送死，那我
成全你们。哎，去！住手！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要么滚，要么死。想要动萧卫国的遗体，除非你从我身体上踏过去。这是大周境内，还容不得你东夷人在这里放肆。很好。阿楚，不会放过你的。这算个屁！之前你没有黑暗天子还能战胜诸国，现在黑暗天子死了，你们在我们东夷人面前，拿出那什么脚本，给老子冤枉，要不然杀光你们！谁给你们这些东夷人胆子，在我们大周境内无法无天？我老公可是东夷贵族，就算是杀光你们这群土，屁事儿没有。不想死的，就赶紧给我滚开！爸爸，你快帮帮他们，不然他们都会死的。杨凯，东夷狗，老子跟你们拼了！愚蠢，实在是太愚蠢了，居然为了一个死人和老子拼命，值得吗？我问你值得吗？当然值得。我现在是恨七年前我没能以身殉国，战死沙场，没能在疆场上斩杀一门东夷贼客。卫国，你看到了吗？列祖列宗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咱们萧氏的后人没让你们失望，没给你们丢脸。今天你们没有人能护得了萧卫国，给我死！大叔，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嫂子，你们有本事先杀了我！有本事杀了我们！找死！一群蝼蚁也敢骗我！既然你那么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我不准你伤害他们！你找不消魏国，乃是大周的黑暗天子，你有本事连我一起杀了，我倒要看看大周会不会放过你们！大周现在都自身难保了，哪里有空把你这个老女人？爸爸，你快救救周阿姨，救救她！不要过来，嫂子。我乃黑暗天子的夫人，即便是沦落至此，也不用你一个战场逃兵保护我。带着你的女儿，走啊！像你这种懦夫逃兵，我不需要你帮我，你只管保护好你的女儿就行。走啊，走啊！嫂子，你还有太郎，你看他好像真的要生了。天丁金狗是好事啊，更何况是黑暗天子的孩子，咱们必须跳个舞庆祝庆祝才行啊。不要过来，别过来。这是我们东夷的阿婆舞，六角摇环舞，说不定跳上一次还能把你丈夫的宝贝收回来呀。这是在挑衅我们大周威严，欺人太甚。挑衅你们大周威严，黑暗天子死了，你们大周有威严吗？我就挑衅你们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妈，我看你好像有点不服气，来，有本事杀了我！妈，龙飞，帮我照顾好你嫂子，还有我那未出生的孩子。为了逃走情谊，为了主播的生死，
为了家国的荣誉，不得不食言了。看来魏然天子的夫人生辰有点困难，咱们帮他一把。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行，我的刀，孩子，一刀下去，这孩子立马就生出来了。女儿，不要伤害我的孩子！住手！ 混蛋！敢拦我，找死！龙飞，小心！该死的人是你，龙飞！混蛋！ 让你杀我的脸，让你杀我的先烈，让你接力一双。小龙飞，你好大的狗胆！你居然敢伤他龙君！来我大周境内，伤我大周先烈一双，我就算是伤他又如何？我就算杀了他，也是他活该。你以为？ 大周，还是以前的大周吗？现在你们没有了白暗天子的庇护，你们大周就是待宰的羔羊，还留着干什么？都给我上，给我杀死他！今天老子要将他碎尸万段！来得正好，你们不是喜欢跳阿波舞吗？今天就让你们跳个够！ 还有谁？爸爸好帅！你不是说小龙飞只是一个胆小鬼吗？他怎么会这么厉害？小龙飞。 你居然敢杀东夷人！你快去跪下给太郎君道歉！念在你姓萧的份上，我今天暂且留你一条狗命，但你给我记住，我大周子民这双腿可跪天地，可跪父母，但唯独不能跪的就是强权和贼寇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不错，萧家村的人不跪强权和贼寇，东夷。 更没有资格让我们下跪。小静，再助纣为虐，把你踢出族谱，赶出萧家村。死老头，你敢？我爹可是天生族。哼，是族长，还没死。萧家村还轮不到你爹做主。死老头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告诉我爸，让他把你和这些萧家村的人全部都抓起来。比起萧卫国的荣光。 我们的生死又算得了什么？赶紧带领你的东夷老公滚蛋！祠堂虽大，却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。你，爸爸，周阿姨好像要生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淑芬妹子送医院啊！好，我去开车。伤口太冷，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。 我看看谁敢住这个门！那么多人，还想离开？你们问过我吗？我允许你们离开了吗？伤口太郎，你这是找死！伤口太郎，你这是找死！伤口太郎，你的狗事在前，伤人在后，非只不过是自卫反击而已。 你怎么能颠倒黑白呢？而且有什么事，你冲着我们男人来，欺负一个孕妇，你算什么本事？把路让开！春妹子马上就要生了，还有生孩子关我什么事？正好在东夷呢，什么稀奇古怪的都见过，就是唯独没有见过怎么生孩子。然后今天我就要看看，叫淑芬给我表演生孩子，我倒要看看黑暗天子的主到底长什么样子。你找死！龙飞。
怎么了？又看我不爽了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哎，杀了我呀！山口太郎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不敢杀你吗？乡亲们，萧卫国不但是我们萧氏一族的英雄，更是我们保家卫国的大英雄。我们不能让我们英雄流血又流泪啊！对，谁敢拦着，我们就跟他拼了。不错，萧卫国用性命保卫家园，我们绝对不能让萧卫国的妻儿受到如此闪失。你们敢动太郎君一个试试？你们知道他是谁？动了他，你们整个萧家村的人都要血流成河。太郎君的父亲可是七国联军统帅，是代表七国和大周国主和平的人。你们要是动了他，就是挑起战火，就是大周的罪人。你们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错，只要我死在你们萧家村，只要我父亲一句话，他就可以让七国联军来攻击你们。而且你们有黑暗天子，七国联军不肯攻击，但是现在黑暗天子死了，只要一旦爆发战争，你们打者必亡。如果你相信的话，等我一下试试，我也让你们看看你们萧家村有多少人给我陪葬。山口太郎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说过了，今天我要让赵淑芬当着我的面把孩子生下来，我要好好参观参观，否则的话谁也别想走出这个祠堂。糟了，他的羊水破了，咱们村里没有人会接生，再不送医院就来不及了。谁敢走？我说过了，这天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别想走出这个大门。我看谁敢送他去医院，你找死！你找死！我倒要看看今天谁敢拦着我，谁来谁死。我说过了，今天谁敢离开这个祠堂谁死。还有叫我的死党千叶贞子他们过来了，只要你敢杀了我，萧家村就会鸡犬不留。既然你想死，就给你这个机会。龙飞，别冲动。少龙飞，接受现实吧，太郎君就是杀光你们这群屁水，但你们要是敢杀太郎君，现在又没有黑暗天子坐镇，整个大周都会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。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魏国的妻子死在我们面前吗？魏国为大周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为什么要让魏国的妻儿落得如此下场？我说过了，你们大周为了黑暗天子，你们全都是一条我们东夷的一条狗，要没人知天。谁告诉你黑暗天子已经不在了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黑暗天子令，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黑暗天子不是萧卫国吗？怎么会是你？你怎么会有黑暗天子令？你不是说小龙飞是个临阵脱逃的温德飞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龙飞，你有黑暗天子令，你是黑暗天子。不，龙飞他不是黑暗天子，他不是。嫂子，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，但是我不能为了我和孩子的平静生活，眼睁睁地看着让你被这群伤害。你如果出了意外，我怎么向你跟孩子交代？我怎么向战死的大哥交代？你糊涂啊！看好了，我还活着，黑暗天子还活着，接下来我们该算算账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黑暗天子已经死了。你不是黑暗天子。等到你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是不是。嫂子，糟了，叔父被刺，这是难产引起的大出血，再不送医院，这能一尸两命了。叔父妹子情况确实不妙，快，先带他去医院，绝对不能让他出意外。族长，你先带乡亲们带他过去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好。太郎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萧龙飞和萧卫国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胜似亲兄弟啊。萧龙飞的功夫也是萧卫国私下里教。那黑暗天子令肯定也是萧卫国许萧龙飞的，再要么就是他偷来的。假如萧龙飞真的是黑暗天子，他肯定在前线主持大局啊，怎么可能在村里面当个废物？你看，刚刚赵淑芬也说了，萧龙飞不是黑暗天子呀，他呀，肯定是怕萧龙飞抢了萧卫国的荣耀啊。原来如此，差点被你这个小子给骗了。嘿，啊！不要，嫂子，
哎，淑妃妹子，别紧张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淑妃妹子，没事的，我们都在。淑妃妹子，我们会保护好你，会让你安全的把孩子生下来的。龙飞，我在这。今天就算是死了，你也一定要保护好魏国的孩子。魏国只沾一手，魏国捐躯，我一定要让你魏国的血脉。嫂子，一定要让他长大。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和孩子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小静，身为萧家人、天城总督的千金，你怎么能跳这种舞？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我和太郎君专门跳阿布舞，要换下魏国的魂魄，让他来看他老婆生孩子，这有什么不对？这可是阿布舞，萧氏家族世代争脸，不就出了你这么一个背叛祖宗的败类？死老头子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不就跳个舞吗？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混蛋，拿走去！我告诉你，今日。小金已经嫁给我了，那就是我尊贵的容颜。你如果再敢废话一句的话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你，小金，今天我要当着列祖列宗的面，为我萧氏一族清理门户。我上拜国求荣。让你数典忘祖，我让你崇洋媚外，让你忘记国仇家恨，让你忘记国仇家恨。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太郎，太郎救我！我杀了你！待会儿再收拾你这个。你别过来！我老公是东夷贵族，我爹是天城祖督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保不住。这第一拜是你愧对列祖列宗，这第二拜是你愧对英烈忠魂，这第三拜是你萧晋和大周前后与你再无瓜葛。不是喜欢跪着吗？那就一直给我跪好了。混蛋，她是天城总督的女儿，也是我山口太郎的老婆，你敢伤她，我打死你。别说她了，就是你我也可以一刀砍死。我父亲是秦国联军统帅，敢杀我一个试试？爷爷都不行。我杀了你，杀了你。我上一条阿布，让你横行霸道，你上了嚣张，要不是就杀了我，杀了我！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哎，龙飞，别冲动。如果山口太郎真的死在我们这里，他整个大周就陷入战乱，恐怕我们整个大周都将陷入战乱。先留着他，日后再找他算账。他这种人迟早会不得好死。快！送淑芬去医院。哎，我说过了，你杀不了我。你要是敢杀我的话，我让你们整个萧家村血流成河。王八蛋，被打成这样了，还敢如此嚣张？看来你是真的想死吗？可都行，我承认你很能打，但是能打怎么样？我是秦国统帅之子，权势滔天，手下如云。你能挡得住赵淑芬一时，能保得住他一世吗？你总有打盹的时候吧？你
终也不在的时候吧。到时候我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死他的，而是怎么玩死他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我说了，没这个机会了。我说过，今天你杀不了我，去死吧！嫂子，看来不是我肚子里的孩子了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谁会让你们伤害淑芬的？萧卫国是我们大英雄，作为萧氏族长，作为大周子民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大周英雄断后。混蛋！前一阵子他们敢敢打我，给我杀了他！是个老狗，浪费了这一刀！上脸！小一口，行了喂，这一阵子我的人，如果敢伤他的话，我要让整个小家村一块陪葬。那就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刀子硬。住手！住手！混蛋，小路飞先打伤了我们很多农民，还把你女儿打晕了，请你务必给我杀了她。去，赶快把我的女儿带下去。萧总督，难道你要跟你的女儿一样助纣为虐吗？我这不是助纣为虐，我这是以大局为重。你赶快放了千叶真子，你千万不能杀了她。其实这里可是大周，什么时候轮到他们东夷人肆意妄为了？你千叶真子他爹可是七国联军谈判的使者，若杀了他，大周和七国联军谈判将陷入极其被动啊！黑暗天子一死，东夷联合其他六国大兵压境，兵临城下，和谈一旦破裂，百万敌军将冲入我大周，届时我大周又会陷入生灵涂炭呢。这也是我允许萧静和山口太郎结婚的原因，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两国的和平啊！没错，大周、天子，你们就是一群垃圾，但这些人的命还没有我们东燕的一条狗值钱。听到了没，大周？赶紧办我跪下道歉，把你们黑暗天子的夫人送给我们少主玩了玩。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哼，懦夫，敢跟我试试？萧龙飞，你！我现在杀了千叶真子，你的东夷能待我何？八哥，萧龙飞，你居然敢杀了千叶真子！今天我一定让你们萧家村人血流成河！要战便战，我大周何惧之有？站住！你们不能走。萧总督，怎么你也要拦我？你也要背叛大周吗？我对大周一片赤胆忠心，不过今天这事儿一定要给山口太郎一个答复，一定要平息他的怒火才行。不然和谈失败，战争爆发，势必会生灵涂炭，会有更多的热血男儿浴血疆场，会有更多的人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啊！萧夫人，你也知道，当年魏国带领着一众将士，辛辛苦苦浴血七年，才得到了今天这难得的太平啊！我相信，魏国如若在天有灵的话，他也不愿意看到战火再起呀、啊。那就应该委曲求全嘛，那就应该任人宰割嘛！你别忘了，萧魏国是为何而死？他为国捐躯，我们如今连他一个遗孀都保护不了吗？萧夫人。若战火再起，会有更多的热血男儿牺牲在战场上，届时我们萧家村极有可能被夷为平地呀、啊！这件事情其实也好办。哎，
萧夫人听到没有？山口太郎他做出了让步，我作为天城总督，恳求您以大局为重啊！我不同意，我们不用惧怕东夷人，我们既然能打怕他们一次，就能打怕他们第二次。龙飞，七年了，无数个家庭支离破碎，如果因为我就能换几十万人活命，我愿意走。如果你要是过来给我跪下道歉的话，今天的事情我也可以不追究，如何？没看到我嫂子都要生了吗？大着肚子给你下跪，还是人吗？你说话可算数？然而我可是齐国联军统帅之子，一诺千金。我答应你，嫂子，无非不是因为我就能换来几十万人的命和大周的安危，我愿意跪下。其他人不准帮他，要不然诚心道歉。你愿意了吗？看看你们这些，都给我好好看看。你们大周都是一群垃圾，为了黑暗天子，你们连个妇女都保护不了，你们就是一群病夫、懦夫。呸！山口太郎，萧夫人也已经给你跪过了，这件事情应该一笔勾销了吧？但虽然是危险，但是我感受不到任何诚意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既然是道歉，那就不仅要跪下，还得。给我磕头！山口太郎，别太欺负人了。你让一个孕妇下跪已经很过分了，你还让他给你磕头，你这就是存心折磨。那不好意思，要么跪，要么开战。龙飞，冷静啊！冷静？你让我怎么冷静？难道我就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胞，看着自己英烈的遗孀被羞辱吗？一个人换几十万人的生命，值得？值个屁！大周热血男儿千千万，难道连一个女人也保护不了吗？难道你们敢牺牲一个女人来苟延残喘吗？没错，你们没了黑暗天子，你们就是一群垃圾，一个连女人都保护不了的垃圾。不好！淑芬妹子大出血，在下这被折磨，再不送进医院就要一尸两命了。那我要杀了你个龙飞，请你一定要冷静下来啊！谁要是再敢上前的话，那就给我死。这让我怎么冷静？大周的土地乃是用万千无数的热血和生命换过来的，岂能容这些人放肆？这里是我们大周的土地，凭什么要看着这些东夷人欺我遗孀，杀我同胞？你告诉我，凭什么？为了大局啊！大局！你要杀我，已经通知我爹的人了。如果你敢跟我一下的话，我要让你们萧家村全部陪葬。萧龙飞，你必须给我忍住啊，冷静啊！你嫂子已经给山口太郎跪地磕头认错了，你难道想让你嫂子做出的一切都前功尽弃吗？你嫂子好不容易得到了山口太郎的原谅，难道你们还想惹祸吗？山口太郎，小夫人跪也给你跪了，头也给你磕了，事情该结束了吧？结束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山口太郎，我嫂子今日若有什么闪失，我要让你整个东夷陪葬。今天老子就是要好好折磨你嫂子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老子让你磕头，你会不会？来，教教你。老子跟你拼了！小龙飞，你一定要冷静啊！来。你让我做
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掩耳用心啊你！本来我是想翻过来，但是因为蛟龙飞杀死了我几个护卫，所以他才出去跪下，给我道歉。我跟你拼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娘们，你敢跟我拼命？山口太郎，求你饶过赵淑芬吧，咱们有话好好商量啊！没错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 也敢让我跟你争？山口太郎，大周和你们好不容易坐下来和谈，你不能因为胡总非为破坏了和谈啊！东西，给我死！山口太郎，把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就这么毁掉吗？那不过是你们大周的心愿，我们东野学习你们大周轻而易举。 山口太郎，今天我不杀你，誓不为人。这东西今天我就站在这儿，你敢杀我吗？废物！刘飞不能啊！快，无论如何保证山口太郎的安全啊！小总督。 你干什么？不能杀，不能杀山口太郎啊！我们要以大局为重啊！他都捅了你一刀了，你还护着他？我们要以大局为重，我不想再看到无数的儿郎死去，无数的家庭支离破碎了。听着了吗，小子？我不仅捅了他一刀，还不仅不怪我，还要保护我。你觉得今天你杀得了我吗？ 你不是在乎我？今天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弄死他的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东极人都该死！路飞，不能杀，不能杀他呀！山口太郎已经通知他爹了，如果你杀他，咱们萧家村和大周的百姓都将生灵涂炭，你要三思啊！蠢货！ 和平是打出来的，不是跪出来的。要是一再忍让，换来的只是他们的得寸进尺。放开我！龙飞呀，我当然知道不能软弱。可是黑暗天子死了之后，我们大周挡不住七国的联合攻击呀。光硬碰，极可能亡国呀。只要有我在，大周亡不了。放开我！你，嫂子。 为何会尽力了？我们的爱情，他说他尽力了。多么美妙的声音啊！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放手，我将你碎尸万段。我这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整个这萧家村，为了我们大周啊！ 再叫他深点，让你那个死去的老公听听你才见识。不准，不准，小人我的老公，他不是懦夫，是个大英雄。英雄？如果他是英雄的话，他怎么能在棺材里才不出来呢？如果他是英雄的话，他怎么连自己的妻子也保护不了啊？不，不应该是。 黑暗天子才对，看到了你的老婆孩子在我的手，我要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痛苦。你不是能打破七国吗？那我今天就让你好好感受一下失去亲人的味道。放开我！ 我要杀了山口太郎！不能不能杀他呀！我们大周要血雨腥风了呀！白痴！我先换不来和平，只有战斗才会让这种人低头。有本事杀了我呀！
你说我敢不敢？滚开！你要断我手指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断你两根手指又如何？我若想杀你，不过一眨眼的功夫。干得好，干得好啊！叶教授，知道我们的血性。对，不然他以为黑暗天子死了，大钟就没有男人了。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。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！<笑>放心，我自然会杀了你。不过在杀你之前，必须得让你活着赎罪。跟我说那么很有营养的话，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怎么还有你们这群？你们敢杀了我吗？<笑>我看你们也就那么一群人懒人，老子的人到了，老子要血洗你们整个小家村！ 我这男女老少一定不要！不过，猴子还要把你们祖宗十八代全部拉出来鞭尸，我要在你们的尸体上，我要在你们的祖坟上，杨，韩伯武，我要让你们看看，再惹我山口太郎的下场！ 我要让你们看看，再惹我山口太郎的下场！老子今天不弄死你，老子不姓萧！必须弄死这东瀛狗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山口太郎的血太脏，怕弄脏了你的手，我来杀了他。老飞，嫂子，你放心吧，今日我杀一个山口太郎，我不会有事，大周不会有事，他东夷甚至还要赔罪。我没听错吧？ 给你赔罪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王八蛋，连唧唧歪歪，有本事就杀了我！我得看看你是个什么下场！杀了整个东夷，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。王八蛋！等我的人到了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给我跪下！ 萧氏族人世代英烈经典，山口太郎传我萧氏宗祠，杀我同梦，英烈遗孀。如我祖辈先烈，今日若不杀你，我萧氏族人愧对列祖列宗，愧对萧卫国和他的老婆孩子。你等我一下试试，我要让你们整个萧家村乃至天城陪葬。不会等到那一天的，在我杀死你之后，我也会亲自杀死你爹。 受死吧，畜生！只是打酒兵符，谁给你们的妖气？还是我山口少主？少主，宫本川藏，九甲来迟，还以为你是东夷。 居然是东夷刀圣宫本川藏，他居然来了！听说宫本川藏得到了武尊天藏的真传，修炼功，从出道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过敌人。云飞，这个宫本看起来很厉害，赶紧走，你不要被他盯上了。山草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们难道不知道黑暗天子是怎么死吗？黑暗天子就是宫本先生的师父。 天葬大师祭拜，最后死在了宫本先生的手里，是因为敢动我。宫本先生一个人就可以杀光你们所有人。阿舍贵，人山口少主出马，我可以放你们萧家村一条活路。一切不能。宫本川藏杀了魏国，居然还敢来我萧家村叫嚣，弄死宫本川藏！ 给黑暗天子报仇！哈哈哈哈哈！报仇？你们是我的对手吧？我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杀光你们整个萧家村。宫本川藏，我本以为你还有一个是非之心，没想到你跟这山口太郎一样，你对得起当圣儿子吗？哎，师父一来，成王败寇，师叔也是有神力的属性，这样乱。 我想怎么死？龙飞，别跟着老东西废话了，咱们上去把他乱棍打死，给萧卫国报仇吧。对，杀了他。
小魏国在九泉之下可以安息。乃至蝼蚁再多也是蝼蚁。林北先生、龙北先生，三辈子那可不一样。我想他们的血保不平，不会游泳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是一个脑袋，我就不信杀不死你。大家伙，一起上！轰！ 必须龙，你们跟我动手，我杀你们，杀我！你现在知道龙北先生的厉害了。<笑>要是知道，现在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跪下，要不然的话，让龙北先生杀了你们所有人，杀光你们这些垃圾，还不配！ 龙飞，别冲动，宫本川藏刚才展现的实力很火，你上去也是白白送死。不要冲动。是啊，宫本川藏连黑暗天子都能杀死，算了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以后谁来照顾你女儿和嫂子？龙飞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千万不要冲动，你要想想下一步。休想后悔啊！我怎么能忍受这些窝贼在我大周的土地上如此嚣张？龙飞。 你已经尽力了，我知道，你已经对得起大周了，那你对得起不悔吗？你应该好好的补偿他才是。我先让他们送你去医院，先保重。至于大哥的债，明日再还。小龙飞，还真是个懦夫。来呀，娘子，不是还有山王吗？先生来了，正常几百路，你杀了我那么多的血。 却多了我两根手指，你真的我要给让你走出那个门吗？那你就试一试，能不能难着我的血？你们先带嫂子走，我来对付他们。小叔孙，你难道想知道？要不，现在我死了。小伟哥，你的时候真是惨的很。小伟哥，死的时候。 穿脏，好歹也是东夷刀圣如此卑劣嚣张，你所有武士道精神呢？不是道精神，那是我们自己的东西。你们这些蝼蚁有什么关系？你们支配尊我的要下跪。告诉我，告诉我，我老公是怎么死的？嫂子，让他说。你老公被天葬大师击败之后，天葬大师就走了。他说。 小魏国太弱了，赶走他，说是他的心，然后龙北先生让人把小魏国拿了去，然后孙子敲死了小魏国的骨头，一直没事。小魏是真的，他足足惨叫了一整个晚上，直到第二天凌晨，我告诉小魏国回到村里的。 还有残脚声，是我嘴都听不见。他临死前，仅仅的这个，小破炉，魏国。 我收到你给孩子取的名字了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破炉，一定会告诉破炉，让他不要长大成人，跟你一起杀敌报家。我一定要告诉他，他有一个你这样的好爸爸。我一定会照顾破炉长大，等他长大以后，我一定会让他像大队一样，成为对大周有用的男人。 李伯伯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根本先是给你一个优势，给你一点希望，然后再给你绝望。你们不会有孩子，孩子不大，能不能上阵下地？因为他今天都要胎死腹中了。哈哈哈哈！我要在小魏国的面前把这最真爱的东西活活撕碎给他看。简直他！ 糟了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老子。
真恨不得活剐了这群恶魔！世上怎么会有这么灭绝人性的东西？灭绝人性？老子去灭绝人性怎么了？你们这些人，我作对，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杀人不过处理地，你简直是变态至极，丧尽天良！弱者，生来就是被强者折磨完的，怎么现在就受不了呢？受委屈了。其实老师该好好做，还有妻子，那小恶魔。嫂子，嫂子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，别冲动。淑芬妹子，你可千万别冲动，别想不开。他们就是冲我来的，他们就是想要在魏国面前羞辱我，看着我死。我不死，他们就会杀了破土。当初的老娘就是整个大周，是我死，他们才会善罢甘休。王妃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交代你的事情。王妃，王妃，嫂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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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在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必要的时候，我可以死，但请你一定要保住魏国的孩子。魏国将战一生，魏国绝迹，我一定要留下魏国的血脉，让他长大成人，去看一看他守护过的大好山河。嫂子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还有孩子一定会相安无事的，你相信我。这帮他们是不肯放过我的。如果我今天死了，他可以拯救大周和村民，那我甘愿去死。陆飞，我和魏国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。不要。龙飞，你不该救我的。嫂子，我输了，你不会死的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更不会死。只要有我在，什么都不怕。小水，他们敢死，你就不许死。如果敢死的话，你们的下场也很惨的。带上。他们是小魏国的旧部，要不是急着干，我就把他们的腿给卸下来。我们先生不是善，这样就可以让小魏国的安居，老婆、孩子、旧部全都死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小魏国可以拍一下就全了。太过分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没有底线呢？这些都是我们大周的英雄，容不得他们动一羞辱，跟他们拼了！他不准过来，信不信我立马弄死他们！淑芬妹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，这又不能去医院，可怎么办呀？快，让她先靠椅子坐一坐，这样能缓解一下。山口太郎，你还是人吗？有问题！战场上见真章，为何拿我大哥的救？黑暗天子和他的旧部杀了我那么多的同胞，当然要把他们全部挖出来杀掉，要不然怎么告慰我死去的同胞？你们欺人太甚，有什么事冲着我和魏国来啊？欺负这些旧部，太可怕了！少给我废话，要吵醒了。还有，谁让你坐下的？给我起来，跪下！现在受伤都这么严重了，你们还要他跪下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今天我全都死定了。山，是谁？你是？过来！要是过来的话，我就杀了。我是小人。别跟我废话，我就问你一遍。到底贵还是不贵？不然我就杀死他。
到底能不能跪？别杀他们，我跪。嫂子，别管我们了，我们已经成废人了。是啊，别管我们了，你跟孩子要紧，不然你出事不对不起死去的魏国。都是魏国的兄弟，是家国的英雄，白发父母的孩子，也有孩子的父亲。等到魏国活着回来，但我要让你们都活着回去，因为我的家人还在等你们。山口太郎他们都是出尔反尔之辈，毫无底线可言。就算你跪了，他们也不一定会放人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要试一试，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，不然魏国会怪我的。跪得不错，我已经下跪了，你可以放过他们吗？你说话算话了吧。我让你跪下来跟我讲话而已，都不是让你跟他换人。想让我换人的话，有一个条件。这里如果你跪下来让我踹两脚的话，你能扛得住就放他们回家团聚，如果扛住你，我就杀了他们。嫂子，别管我们了，否则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都会没命的。嫂子，不能再妥协了，这是孩子说的命，妥协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战斗，让他们束手就擒。嫂子，你就让我出手吧，让我亲手杀了山口太郎还有宫本川藏这两个败类。反感有东西，你也就能欺负欺负我了。你怎么敢跟宫本先生动手啊？是怕他大卸八块吗？大卸八块那怎么可能，最起码也是小卫国那样小三国家领起出死。那就看看今天到底是你们死还是我死。老飞，不要，你杀得了一个杀得了十个，你就算全杀光他们，他能杀光百万敌军，大局为重，大局为重啊。山口太郎，你刚才说的可算数？别磨磨唧唧，我答应。有魄力，我喜欢。嫂子，我不答应，这样下去你会一尸两命的。来呀，小死！我去。淑芬妹子，嫂子，没想过。这个女人的命理应，今天我就一尸两命。嫂子，算了，刚刚那一脚让淑芬大出血更加严重了，必须赶紧去医院，不然要不了多久就会一尸两命。嫂子，坚持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现在你可以放人了吧？我还没忙够呢。山口太郎，你还是男人吗？出尔反尔。我就出尔反尔了，怎么了？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信不信一刀就要杀了几个男人？山口太郎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他们？放过他们也不是不行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诚意了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你挡不住我两招，那你就把小卫国的尸体拿出来，让我砍上一百刀。杀人无过头点地，不带你们这样侮辱人的。不错，小卫国已经死了，你们还要乱刀分尸，简直就是……不让我砍小卫国一百刀可以，那我砍九国一百刀，我要看看他能不能守得住。不行，小卫国已死，就算人口小友难道分尸，他也没有什么概念，没有必要为他。我说你们只留一个，我对你们的没有兴趣，一定要找死，我不介意把你们一起杀了。老子的话听不懂吗？要活人死人一个吧。我嫂子选择第三条路，那就杀光你们。龙飞，
伤害利用，不会太厉害。可小小不悔，不要冲动。你不用替我考虑，我扛得住。我可能让你去冒险的。山口太郎，我刚说的可还算话。现在有人选了，冤枉！冤枉你修为一百的，冤枉！就不人头落地。说够，逼死他们，不能再让魏国的亡灵了。我好好活下去，我先走一步了。 不要！不要！哪个人？这东西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把他们拖下去喂狗！<笑>不准你们动他们的遗体，他们都是大周的英雄，应该让他们回归故里。好好好，既然你们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把这些人。 杀了，然后拖出去喂狗，真好，他们根本就没想放过你。嫂子，他们就是在玩猫和老鼠，他们想玩弄死你。现在我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两个都杀了。王八，来人，给我杀了小龙飞！都得死！哎呦，你好能打哦！哎呦，就是再能打，也能打得过我。 我不让你！龙飞小子，他是东夷刀圣，很强大。嫂子，你放心吧，他根本就伤不了我。今日我就要把他对大哥的折磨十倍百倍的讨要回来。这东西真是狂妄！我知道的，还以为你是黑暗天子啊！杨美人，龙北贤称叫嚣，我是不是黑暗天子，今天都死定了。 老东西，想好自己的遗言没有？原本认识，飞来几条狗？看看，是他的嘴硬，还是你的拳头硬？宫本这种垃圾，他还没资格废话，因为他根本就没这个实力。小子，我最喜欢你们这种无意识者，弱智。<笑>你这种廉价的，你都比较硬，才行，才能更进一些。哎，我把你。 从踩碎的时候，临时致死的时候，叫“咚叽咚叽”，感动听吧。<笑>看来你是很喜欢碎裂的声音。那你有没有听过自己骨头被敲碎的声音？我好想听听自己骨头碎裂的声音。求求你，求求你抬抬我的骨头吧。可惜你只是一个窝囊废，我一只手足以对付你。对付你这种废物。 我根本用不着武器，强锐！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用刀吗？因为我不想让你死太痛苦。太简单了！宋北星，你的刀怎么掉了？你是不是出力了？你赶紧去换把刀，杀了小路飞！他这个废物，十把刀，杀不了我！ 你不是喜欢听父母碎裂的声音吗？今天就让你好好听听。怎么样，刀圣，好听吗？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全家！杀我全家，很有勇气，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。接下来。 不要的声音吗？你究竟是谁？我之前怎么有听说过你？你怎么这么强？我大周卧虎藏龙，像你这井底之蛙，当然不是。就是这个东夷狗折磨死了萧卫光，给萧卫光报仇。打死他！对，打死他！呀！敢打东北先生！你们。
们闯大祸了。是，那今天就让这祸更大一点。安格耶罗，竟然敢杀了宫本先生，你这是找死！我说了，杀他就像杀狗一样。接下来，还轮到你了。不是也喜欢听骨头破碎之吗？好，那你就好好听着。就求你杀了我呀！杀了你岂不是太便宜了？我要一根根的掰断你的手指头，一次次挑了你的骨头。告诉你，天照大师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，我不怕你。他一到，我就要杀了你们萧家村所有人，血流成河。大师，老子把你们的尸体不拿去喂狗。在他来之前，先送你上路吧。住手！住手！小路飞，住手！上台的不能杀。就是这个女人，联合宫本川藏将萧卫国折磨致死。他闯入我大周境内，杀我同胞，羞辱烈士遗孀。这种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为什么不能杀？小路飞，冷静。死人不能复活，但活人要继续生活。而且现在到了谈判的关键时刻，山口太郎绝对不能杀。小路飞，我说过了。今天只有我杀你们萧家村所有人的份儿，拿我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让你们走了吗？还有我的允许，今天谁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，给我杀了他！嫂子，哎，放开我！小路飞，怎么还我不爽啊？杀了我呀！还有这个男人，就杀了我！否则的话，今天老子不管是谁，哪怕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得杀了你！哎，不行！小路飞，住手！山口太郎不能杀，你好歹也是大周战神。竟然对这个山口太郎如此卑躬屈膝吗？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我们必须顾全大局。现在这个敏感时期，山口太郎不能杀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好不容易得来的和平，不能就这么毁了呀！大局，你告诉我，什么是大局？我以战先切就是大局。任凭这些贼寇在大周境内杀我同胞，羞辱遗孀，辱我先烈，这就是大局吗？况且这脚底下是我们的土地，我们怎么能忍？我们为什么要退啊？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大局？大局就是我今天要让赵淑芬一尸两命，我照样还能走出大周。把我怎么样？给我死！呀！是，不准动我儿媳！爸，对不起，我没保护好大哥和嫂子。对不起，是妈妈来晚了，是我们萧家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我不委屈，只是魏国他。没事的，淑芬，既然加入我们萧家，即便是魏国殉国了，赔礼金，哪怕是让我豁出这条性命。我也会护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周全，就算是天塌下来，由我顶着。快送我的儿媳妇去医院，务必保证他们母子平安。玉儿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儿子，我说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离开这里。我要让赵淑芬给我养你儿子，你可以。但是是死了，还是出去。今天
天真门，我儿媳妇出定了，我可谁敢阻拦？放开！山口太郎，赵淑芬确实是要生的，有什么恩怨，赵淑芬生完孩子再说。反感！难道刚刚没有听到我说的吗？所有人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离开这里。不要以为你们人多，就怕了你，怎么样？ 杀我！你们这些人都是炮灰。可是，没你说话的份。山口太郎，我是大周战神，你竟敢这样羞辱我！我就羞辱了你？怎么了？我还敢杀了你？大周，你们敢把我怎么样？我今天就是要杀了赵淑芬。看，你们谁敢拦我？就是大周，大周，进内。 是不是会轮到你一个东夷人指指点点？狗屁的大周，你们大周乃天子，在我们东夷人面前，正是一群待宰的羔羊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小芬身体凉了，快不行了。这里是大周，容不得你们东夷人阻拦，你们也没有资格来阻拦我。谁敢阻拦，杀无赦。谁敢出去，杀无论。嗯，天杀！ 伯母，伯母，别管我，你是我的孙子，是我的孙子。伯母，伯母，宋飞，你别冲动，这时候一时的冲动就会让大周陷入战火，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伯母受伤害吗？伯母。 凤子吟，你只知道魏国的母亲也是军中之人，但是没想到他居然是凤子吟的。凤子吟，用武死士，却以巾帼不让须眉。这是一个总是最危险的任务。原来你就是凤子吟的元帅，每次交战，要不是你们凤子吟这群老婆娘捣乱，我们也不会损失惨重。不过今天正好，你送上门来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 今天我要杀了这个疯婆娘！今日要是敢动伯母一根毫毛，我灭山口太郎三族！是吗？我好怕呀！他凌你，连我都不敢杀，还要灭我三族，简直是可笑！当时这老婆娘，我今天要把她杀了！你们大周乃是黑暗天子，我爹在大周。 从此之后就没有敌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身三代英烈，今世已是殉国，儿子也是声名赫赫。你真是天下的黑暗天子，虽是女子，可以让你们闻风丧胆。这些年，已经杀了你们那么多的东夷人，其实就算是死了又如何？哦，既然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今天。 一家人团聚，把他们杀干干净净。本来就算是死，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家国百姓。就算是死，你的脊梁也不会弯曲半分。妈，妈妈，杀死你够。
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，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，不能任由女山被欺负。女子上门舍身报国，大丈夫又岂能冷眼旁观？我不能让英子流血又流泪。厉战神，现在怎么办？把这些村民拦住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破坏和谈。李苍兰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但是为了苍生，为了大局，我不得不这么做。狗日的，狗日的大局！睁大你的眼睛看看，萧卫国到底是因何而死？看看这些列祖列宗，再看看这些不畏强权的老百姓们，他们是如何生活，家国也面于脊梁的。我泱泱大周五千年，为何能经历风雨飘摇还能延续至今？你以为靠的是什么？你以为靠的是向敌人低三下四，眼睁睁地献出自己的同胞，献出自己的家国英雄，向他们委屈成全吗？不是，大周五千年靠的是无数忠烈用鲜血和生命撑起的不屈脊梁，靠的是家国荣誉。你说得好，我告诉你，别让祖祖辈艰辛撑起的家国脊梁在我们这一辈人的手里困了下去。哼，王妃说的对，我其实换不来和平的，跟他们拼了！既然你们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给我杀，格杀无论！我不服气！伯母。淑芬，拿着，等你的孩子出生了，让他一定要记住，在高处今日，我儿归家时。妈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。淑芬，我在吗？不要哭，活下去，你和孩子一定能看到代表盛世的，一定会的。不要死，妈，不要死啊！你不要死！淑妃，你给我闭嘴！亏你还是大周战士，你看看你的子民在做什么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你对得起百姓，对得起列祖列宗，对得起战神之名吗？赵淑芬，我来了！住手！来了！住手！山口太郎，留点面子。伯母，也太过分。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个屁的大周战神，在老子眼里你就是一条狗，在我面前你没有面子。要不是我们杀了黑暗天子，也轮不到你代替他的位置。你不感激我，还敢拦我，你是找死吧。既然你欺人太甚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来，敢杀我们，动手啊！来呀，来呀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来杀我呀，杀我呀，杀呀！你别逼我，我就逼你，怎么了？我不仅要逼你，我还要杀你全家。对啊，你说你儿刚满十八，老子一定要玩他。啊，对，我听说你老婆也风韵犹存，到时候老子也要玩他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老婆认，还是你女儿认？找死！赢，赢！住手！你动他一个试试，你动他一个试试。这是天道大师，宫本川藏的师傅，东夷的第一高手，天纵大师都来了，这是王八蛋，他连黑暗天子都能杀死，
更加不是对手啊！那就是他杀死魏国的。赶紧听啊！苏苏，苏苏，你冷静点，不要冲动。苏苏，放心，我会替你报仇的。严苍大师，看看他们，那苍兰这个白痴想要杀我呢！还不快放了牲口少主！这是你们大周能伤害的人吗？若是少主有了什么闪失，不用七国联军，我一人。 就足以让你们大周鸡犬不留，亡国灭种。你还我丈夫的命了！连萧卫国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们这群蝼蚁更是不堪一击。我分分钟就能杀光你们！马上放了少主，否则也怪我大开杀戒。玄奘大师说话要讲道理，今天是山口太郎部队。闭嘴！你一个大周病夫，还没资格评判山口少主。 立刻放人，一逼我动手。没关系，来，杀了我！杀了我呀！杀了我呀！废物，给你机会，又不敢。还大周战神，你就是个废物！李苍兰，枉你还为大周战神，你就这样任由山口太郎如此欺压你吗？你的血性呢？你的勇气呢？ 他的血性很有劲，早就被天苍大师吓得化为乌有了。废物，既然你不敢杀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那时之后，我要杀你全家！你欺人太甚！我就欺负你怎么了？我不仅要欺负你，我还要。 欺负你那个女儿，我会好好还她的，我要让她欲死欲死。我去，敢动我女儿，我现在就弄死你！李苍兰，你踹了我这一脚，我记住了，到时候我要加倍还给。 女儿，死！混蛋，有我在还敢伤害少主？我先杀了你！停！停！停！天藏大师，你这直接杀了他，多没意思啊！他现在是大周。 最厉害的人了，要是直接杀了，没有对手，太无聊了。反正他现在已经代替黑暗天子的位置，我们怎么不好好羞辱他一番？我们不仅要杀大周的人，还要诛大周的心。有道理，是可杀，不可辱。我就算是死。 也不会任由你们侮辱我。<笑>行了，我给你两条路吧。第一条，就是从我的胯下钻过去。我可以饶了你的狗命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让天藏大师学习萧家春，一个不留。还有，我要告诉我的父亲，撕毁协议。 凌林城下，李苍兰，你可想清楚，只要你下跪从山口少主的胯下钻过去，就能保全整个大周。但你要是不照做的话，到时候七国联军发起攻击，我们大周势必国破家亡，你李苍兰就会成为千古罪人。妄想，妄想，我是大周战神。 肩扛的是大周的尊严和荣耀，是我大周千千万万热血儿郎的血性。5000年来，是我祖祖辈辈前赴后继，用生命和鲜血才撑起了我大周的不屈家国傲骨。如今，他们把这一切都交付给了我，我定用生命来守护。我之前已经错过一次，不能一错再错了。我李苍兰宁死不跪。嫂子。 嫂子，嗯，这是事情不妥，脉搏已经越来越虚弱了，再不送医院的话，他和孩子的命可能都保不住了。嫂子，你坚持着。
我马上送你去医院，我们走。去，小心。天葬，你想做甚？也有山口少主的命令，胆敢擅自离开者。嫂子，你再坚持一下。就凭你，还没这个资格，也拦不住我。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天葬大师，你好歹也是东夷武道的第一人，如此为难一个孕妇，难道就不怕有损你的威名吗？让这个孕妇离开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我扛。我来之前翻阅过萧家村的族谱，300年来大周近70%的名将都是从这里走出去，过去7年萧家村更是走出了黑暗天子这种能横压一世的奇才，而他的腹中怀的就是黑暗天子的孽种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铲除这个祸害。但是要斩元主啊。天葬，没想到你竟然如此灭绝人性，连胎儿都不放过。没错，他还只是一个孩子，难道他还能对你们东夷造成威胁？自古以来两军交战不杀妇孺，你们如此赶尽杀绝，难道就不怕传出去被九州百国知道耻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把消息传出去吗？但是今天一定要杀了郑许文还有李苍兰，其他人一个不留。少主放心，我让他们三更死，没人能留他们到更。我也说过，今天谁敢动我嫂子，谁就得死，谁就得死。小路飞，天葬大师在这里呢，你还敢叫嚣？我看你是玩的不耐烦了吧。想要动我嫂子，就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我今天就是要杀赵淑芬，但是动手吧。年轻人，没实力就少在这里说大话，老实点，我或许能给你留个全尸，不然我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那就试一试，是你们先死还是我先死。莫忘了，我让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你们欺人太甚，为什么非要欺负赵淑芬母子？李苍兰，既然你不肯下跪，那就给你换个条件。如果你要是杀了赵淑芬的话，我就让我的父亲签订和平协议，然后把百万大军全部撤下去。这少主这一招果然高明，简直是杀人诛心。李苍兰还愣着干什么？来，我杀了赵淑芬。李苍兰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杀了赵淑芬。啊，杀了赵淑芬？不，这不可能。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不抓住吗？没错，这可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。用赵淑芬一个人的命，还有他那未出世的婴儿，就可以换得整个大周的安全。你难道不会选吗？还是你喜欢死几十万人，喜欢大周的子民每天每夜的在哭嚎？一个人几十万人，你不会选吗？你们还真是蠢，竟然拿这个要挟厉苍兰，你们还有没有人性？人性，这个世界上成王败寇才是王道，人性值几个钱？厉苍兰，还不按照少主说的去做？不行，她是黑暗天子的妻子，肚子里有黑暗天子的骨肉，我不能这么做。那又怎么样？你别忘了，你可是大周的战士，必须要理智一点。难道真的要为了一个女人而爆发战争吗？你可知道一场战争下来要死多少人？值得吗？李苍兰，犹豫什么？
你一定是大师的话，我就让天葬大师打开杀戒，杀死你们萧家群所有人！嫂子，李苍兰，这就是你的所作所为吗？黑的是战神之名吗？偌大的大周，你竟然连一个女人的性命都保不住！你堂堂大周战神，现在竟然要牺牲掉一个女人的性命！ 来保护大周周全，你丢不丢人？如果不牺牲赵淑芬的话，难道要眼睁睁的看着我大周儿郎葬身疆场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为了这个女人开战，我们会死多少人，折损多少将士？过去7年，我们已经死了太多人了，现在好不容易有和平的机会，绝对不能出乱子！ 李战神很聪明，一个人的命就几十万人的命，这很值得。李苍兰，你还不赶紧动手？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杀了赵淑芬，我就让我的后继撤离百万大军，并且和你们签订10年婚不起饭的协议。我。 她是一个女人又怎么样？你可知道，正是这个女人的丈夫魏国而战，战功赫赫，才赢得何谈机会。今天冬影人让你杀黑暗天子的妻子，那改天冬影人让你亲手杀老婆孩子，你怎么办？没错，你割肉喂狗，换来的只是这只恶狗的得寸进尺。你必须砍掉他的头，才能让他惧怕三分。敢，夏洛菲。 你敢骂我是恶狗，老子就先砍了赵淑芬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痛苦。李苍兰，还不动手？死一个还是死几十万个？你自己选吧。不行，我就来替你选。就算大周不保护赵淑芬。 我们也要保护他，想要动赵淑芬，先从我们的身体上踏过去。对，赵淑芬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们萧家村保定了。走。你们，李战神，我们知道你是战神，我们加起来也不是你的对手，但今天就算死，我们也要保护赵淑芬。我们萧家村都是一直为国家而战，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。 绝不会牺牲一个烈士以终来牺牲和平的。魏国，你看到了吗？大家都在保护我们母子，你的付出值得了。李军蝼蚁，赵淑芬不死，你们要死。李战神就是为了大家好，你们却不识好人心。李苍兰，还不动手？ 准死沙场，那也比在案板上认人宰割要好上100倍。况且，你们现在还没有血洗萧家村的实力。李苍兰，还不肯动手？再不动手的话，我让天葬大师大开杀戒。最后10年，你不动手，就大开杀戒。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。还愣着干什么？ 把这些村民给我赶出去！你们是要抗命吗？抱歉，李战神，我们大周5000年都不曾与敌寇妥协，我们的刀更不会指向自己的同胞。 大周男儿的膝盖，生儿挺拔，可贵天地，可贵父母，但我一不能跪的是强权和敌寇。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李苍兰，你个废物，还在磨蹭什么？一不杀赵淑芬，那就血洗萧家村。哎，大事别急，现在黑暗天子死了。 李苍兰，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。别说杀赵淑芬，就算是杀他老婆，
该得回原意的吧？<笑>李苍兰，快刀斩断马，一刀杀了赵淑芬，挽救百万苍生，要不然你就是达州的千古罪人。李苍兰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没有底线的退让，换来的只是敌人的低贱。嗯，你信不信？就算你今天杀了淑芬他们，明天山口太郎就会让你交出你的老婆跟女儿。 你难道要看着你的老婆跟女儿在别人的床上一直纵身下去吗？李没有你使唤的份，找死！找死！你这个王家废，还给你脸蛋，你居然敢杀我们东夷人，找死！李苍兰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？ 想要开战吗？要战便战，大周儿郎何惧一战？李苍兰，你可要想好啊！一旦开战，血流成河，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？别说是我父亲的百万雄兵，就是天葬大士一个人，就能把你们这些人杀得屁滚尿流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。 刚才我是一时糊涂，但幸好这些萧家村的村民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提醒了我。我大周五千年来经历了无数次的战火与危难，最困难的时候几经灭国，但最后却依然能傲然摆国。他靠的不是退让和妥协，而是我无数大周儿郎用他们的铮铮铁骨为我大周撑起的不屈脊梁。说的不错。 没有铮铮铁骨，那活着就是一堆烂肉。李苍兰，就算你的质量再硬，赢得过天葬大师的刀吗？天葬大师一吸血，就能把你的脊梁砍成两半。我李苍兰身为大周战神，宁愿战死，也不会对你这只外狗有半分妥协。你有半分妥协？ 你难道就不怕死吗？你贵为大周战神，位高权重，想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怎么竟这么小儿科？死又何妨？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为国家荣誉而死，死得其所。大周从来不缺英雄和傲骨，就算我们今天全部倒下，来日也会有无数的黑暗天子出现。赵淑芬和他的孩子，今天我保定了。你连自己都保不住。 你还能保住赵淑芬他们母子吗？送他们母子去医院，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这里的事情，我来处理。你敢对赵淑芬母子动手，我就对山口太郎动手。不是你的对手，但是要杀他，绰绰有余。混蛋！好，很好。 既然你们都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李苍兰，还有萧家村的这些，今天都得死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刨了你们萧家村的祖坟，把你们的列祖列宗都从坟里拉出来鞭尸，让他们死不瞑目。没有意见，就站出来跟我过两招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的意见。 我跟你打，我才是大周战神，就算是要战，也该由我冲在最前面。你不必担心，收拾这个老家伙。 我一直守住了，好东西，好大的口气，胆敢挑衅我，我待会儿一定狠狠地折磨你。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实力。孟非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，反倒是我一直躲在背后，现在我是时候出现了。这样，我不负大周战神之名，这也算是我对沐风帅的赎罪。好啊，既然你想死，那我必须成全你。拔刀吧！你这种废物还不配拔刀。
我高明，竟然敢用袭人太甚！灭！这就是你们大周的战神，简直是弱不禁风。我都还没有使全力，他俩就像一个娘们一样躺在地上。我真是高看你，早知道你这么废物，有一只手就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李峰，你们大周人。 果然是宁父及时的李峰，太弱了！原来是燃烧血脉来提升实力，这样确实能让你的战斗力加倍。不过，燃烧血脉之后，大周的堂堂战神之后恐怕就要成为一个废人了。你这是何必呢？好好的跟我们合作，老老实实的做一条狗，不仅能保全你的性命，还能保你荣华富贵。他不好吗？永远不会明白这无千年来深刻在每一个大周子民骨子里的信仰。为了这个信仰，九死无悔。李哲士，大可不必燃烧自己的生命，这种人由我对付就足够了。没事。 等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，你再出手也不迟。呀，是，你这也不行啊！堂堂大周战神都已经燃烧血脉了，怎么还跟一个娘们一样？你们大周的男人都是这种废物吗？我甚至觉得这种废物都不配我出手。李苍兰，还不赶紧下跪求我？我若高兴，还能饶你一条狗命？虽大周一匹夫。 但也害我大周之荣耀，撞我大周之国威，老贼受死！就这点水准还敢跟我叫板，简直是不自量力！李苍兰，我劝你还是跪下给我们道歉。还有，把你十八岁的女儿送到老子身边，与我好好爽一爽。那样的话。 我还能让天罡大师饶你条狗命，不然的话，天罡大师就要一寸一寸的打断你的骨头，那样的过程可是很痛苦的，连小魏国他都扛不住。我李苍兰宁愿战战胜，也不跪着死。你死了，你的老婆和女儿。 我就没有靠山了，到时候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，哈哈哈哈！混蛋，我杀了你！你我实力悬殊，杀你就像杀一条狗，你确定不给我下跪投降吗？我说过，大周二郎千千万，死亦何妨？只为撞在我大周，撞在我山河。 那就为你的大周和你的山河去死吧！等一下，少主又怎么了？大师，你这样直接上来，可太没意思了。他可是大周战神，我们东夷人，如今要征服大周的国土，更要征服大周人的心。我要让在场的这些们看看，他们大周的战神。 在我们东夷人面前是何等的狼狈，何等的不堪一击！少主说的有理，我们不但要杀大周的人，还要打断他们的脊梁。给我跪下！不跪！我让你跪，你就得跪！你们这些，快看看你们的大周战神，他现在像个什么样子？他现在像不像一条死狗啊？照我说，你们这群…… 都应该学着点，全部都给我跪下！这样的话，我们还可以让你们多活一些日子。你们欺人太甚，想要我们跪，没门！哪怕今天就是死在这儿，我们也不会跪下。说得好，你们区区嫡寇根本没资格让我大周二郎下跪。给我跪下！我现在有没有资格？ 你不是不跪吗？怎么现在像条死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？你的脸面，你的尊严呢？天罡，既然如此羞辱大周战神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连厉苍兰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你这个废物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跪的服不服？
你虽才是我的身子，但你没有征服我的心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死到临头还嘴，看在你是大周战神的份上，我的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只要你承认你们大周的子民都是懦夫，都是我们东夷人的手下败将，我就可以破例饶你一条狗命。快说，反正这都是事实，你还不如承认算了。何远，今天的难民都跑了，我大周没有懦夫。 大周子民人人如龙，撞在大周，撞在山河，人人如龙。你都已经像条死狗一样被我踩在脚下，还如龙？你确定不要活路？我说过，士可杀不可辱。你尽管杀了我，我是绝对不会屈服的。所以这么硬，那我就踩了你的嘴。求出手。龙飞，你冲动，连我们大周战神都败了，你冲上去也是白白送死。是啊。 你还有女儿和嫂子要照顾，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他们可怎么办？别拉扯我，我一个人就能收拾这里？还不服？那我就打断你的双腿双脚，看你还嘴不嘴硬！九力战神，哼！还有谁？难道你们大周就这点本事吗？一个乌合之众就想救人，真是可笑。如果你们就只有这点本事的话，那就老老实实的等死，顺便。 看我是如何折磨你们的战神！告诉大家，你们是不是懦夫？是不是？说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有骨气！现在就让我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你的骨头硬！田藏，住手！若是再敢伤害他，我一定会将你碎尸万段！我动他怎么了？ 你能怎么样？你一只蝼蚁，除了无能狂怒，能把我怎么着？王八蛋！你们全都得死在这里！无知的蝼蚁的愤怒只能是无能的挣扎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告诉大家，你们是懦夫，不然我就杀了你！冰战神，懦夫，给你机会都不要，那就休怪我不客气。你才是懦夫，总有一天，我大周儿郎会浴血前耻。 让你们东夷亡国灭种，龙飞，不要管我，快走，快走，保护好夫人和孩子，我呸！找死呀！别了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在这片热土，山河一统，大周盛世，住手！ 他们过去偷袭，你们大周难道都是这种无能的鼠辈吗？那是给我打死的，我的手指就是被香龙飞折断的。千叶真子和宫本先生也是被他打死的。龙飞，小心，天藏很强大，你好生休养，放心吧，这个老东西我还不放在眼里。王八蛋，如果不是你偷袭我，你连老子的衣角都摸不到。 算什么东西也可以让我偷袭？好，很好，你够嚣张！我本来还想给你一个痛快，不过我现在改主意了。我要慢慢折磨你，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想折磨死我，你还不够资格。连黑暗天子修为国都死在我的手下，你一个战场逃兵又怎么个屁？我早就查清楚了，我大哥被你们害死，是你们大家和谈的幌子。 却在背后下毒捅刀，否则你们根本就伤不到他。你们才是最无能的鼠辈！你血口喷人！别废话，拔刀吧！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大周男儿的风采。老子杀大周人如杀狗，你还没有资格让我拔刀，去死吧！去死吧！天藏大师，你就这点本事？看来我大哥。 真是被你用下三滥的手段害死的！闭嘴！你还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。再说个意思，只不过是在试探你罢了。天藏大师，快拿出你的全部实力，给我杀了他！小子，有你实力，看来今天留你不得，不然日后必成大祸。你这种大周的蝼蚁，能死在我的刀下，这辈子莫大的荣幸。出手吧。 这也许是你人生中最后一次出手了。你用手吧，好，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无情刀法，受死吧！
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小龙飞怎么能击败天葬大师？天葬大师可是东夷第一高手，小龙飞怎么能击败他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比黑暗天子还要厉害？你究竟是谁？我说过，收拾你就像收拾野狗一样，不管是你还是宫本，都只是大一点的蝼蚁。你们对我大哥大嫂的所作所为，今日我要让你们十倍百倍的还回来。我不相信你不可能比我还强大。真是丑陋的东西，永远输不起。究竟是什么人，连我这脚底皮刀都能避开？我本来只是整个大周普普通通的一名儿郎，但是你们给了我另外一个称呼，生于黑暗却心向光明，无名黑暗天子。上！你是黑暗天子，你竟然没死？什么？黑暗天子？怎么可能？小龙飞，他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吗？他怎么可能是黑暗天子？没错，我正是黑暗天子。不可能，黑暗天子是修卫国，修卫国已经死了，所以大周已经没有黑暗天子了才对。小龙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黑暗天子究竟是你还是萧卫国？萧卫国乃是我的结拜大哥，当初我妻子身患癌症，时日无多，就等着见最后一面。当时征战虽然已经结束，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大哥为了能让我见妻子最后一面，顶替着黑暗天子的名号在军中堪当大职，主持大局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正因为黑暗天子这个名号，却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。最后在和谈前夕三遭袭击，是你们，你们害死了我大哥，你们东夷人还有七国联军要血战血偿，承受黑暗的怒火。我错了，黑暗天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请你不要杀我好吗？少佐，救我，我可是东夷武道第一高手，我要死了对整个东夷都是巨大的损失。小龙飞，你要是敢杀天葬大师的话，后果很严重，我劝你考虑清楚，今天谁也保不住你。住手！住手！大周长公主，长公主是国主最疼爱的女儿，一向在王城，今天怎么会来这里？长公主，快救我！黑暗天子，他要杀了我！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们大周也要死了不少人。你就是真正的黑暗天子？不错。是黑暗天子，你就执行我的命令，放了天葬大师他们。长公主，莫非你要包庇天葬这个？国主有令，大周和七国已经和谈成功，任何人不得再生事端破坏和平，违者斩。天葬这个杀我大哥，屠我族人，欺凌遗孀，像他这种人，我若不斩，又如何对得起死去的英烈和无辜者的命？是啊，公主，天葬他们手里沾染了咱们多少的血，不杀他们不足以平民愤啊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更何况他们无足轻重，死了就死了，反倒是天葬大师和山口他们身份显赫，不得出半点差错。七国统领山口圣雄说了，但凡他儿子和天葬大师出点什么意外，他就会立刻撕毁协议，兵临王城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把天葬大师他们给放了，然后跪下道歉，好好维护两国之间难得的和平。他们两个败类作恶多端，如此欺压我们，事到如今却要我跪下向他们道歉，什么狗屁道理，欺人太甚，我不答应。为了大局，为了和平，受点委屈算什么？委屈求全换来的和平我们不要。萧龙飞，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是在命令你马上放人道歉。萧龙飞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权势，这就是背景，就算你是黑暗天子又怎么样？不是一样的要放了我们吗？没错，我们就欺负你怎么了？就杀了你们的人又怎么样？蝼蚁怎么跟我们这些贵族相比？还有，等我缓过来，我继续把赵淑芬母子挖出来杀掉。你能保他们一时，保不了一世。你们这些东夷
简直没有人性！长公主，听见这些人渣说的话吗？今日你放过他们，明天还会有更多的无辜者死在他们手里。将来的事情怎么发展，你我都无法预料。我只知道，你现在必须立刻把天葬大师他们放了，否则战事一旦起，你负不了责任，我也负不了责任。今天他们必须死。小龙飞，是谁给你的勇气跟我对抗？我可是大周的长公主。你是长公主，我是黑暗天子，你主内，我主外，你还没有资格命令我。我没资格？那国主的免死金牌有没有资格？长公主免死金牌，这东西可犹如国主亲临啊。黑暗天子这下怕是难于抗命啊。黑暗天子，现在免死金牌都来了，你还不赶紧下跪道歉？莫非你连大周国主的命令你都不听了吗？他敢不听，那可是灭世王权，不但他要死，整个九族也要全部杀光，就连萧家村也会鸡犬不留。萧龙飞，你不怕死，难道你不怕你的女儿死，不怕整个萧家村因你而死吗？公主，你是在用我女儿和萧家村民的性命威胁我吗？如果你放了天葬大师他们，那刚才的话就只是提醒，如果你不放，那刚才的话就是威胁。狗东西，这就是差距，你实力再强也杀不了我，认命吧。长公主，你身为大周的长公主，不为大周子民着想，却处处助纣为虐，打压他们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萧龙飞，请摆正好你自己的位置，本公主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赶紧给他们跪下道歉，否则是你叛反，就地诛杀。即便你有免死金牌又如何？不知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古话？什么古话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混蛋，你居然杀了天葬大师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这是犯罪，这是破坏两国之间的和谈。天葬这个人杀了我大哥，又对萧家村大开杀戒，我一刀宰了他，都是便宜他了。斩公主，快杀了这个罪人，要不然的话我就让我的百万大军大开杀戒。黑暗天子死了可以要挟我大周，现在黑暗天子还活着竟然还敢进犯。黑暗天子活着又怎么样？黑暗军团在谈判前夕就已经全部解散，我们东夷的百万大军也偷偷的潜入了大周，没有黑暗军团，就算你黑暗天子再厉害，你能挡住我百万大军吗？环环相扣，看来你们真是狼子野心，从来就没有想着真正的和平。没错，黑暗天子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，抢回了那么多的地，我们当然不要和平。我早就说过，和平是打出来的，不是跪出来的。黑暗天子，你少给我废话，你现在立马下跪向我们求饶，不然的话我就让整个萧家村和你们大周一起陪葬。萧龙飞，你无视王权，无视律法，还杀了天葬大师，破坏大周和七国之间的和谈，还不赶紧跪下认罪？我萧龙飞无罪。本公主说你有罪就是有罪，来人把萧龙飞给我拿下。小龙飞居然还敢反抗，找死！我一无错二无罪，只有国主能定我的罪，作为长公主还没这个资格。小龙飞，现在所有人都被你得罪完了，你不仅做不了黑暗天子，你的这个狗命也保不了了。长公主别再跟他废话，直接出手杀了他。他还没有这个实力杀我。小龙飞，你居然敢蔑视我权威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跪下放人，否则杀无赦。我刚刚说过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在没有杀光东夷人之前是不会任人宰割的。狂妄自大，找死。黑暗天子小心。傻公主，你会化雪神功，这是东夷王室的独创神功，你跟东夷人勾结。我说你从一开始就向着山口太郎，原来你们早就沆瀣一气，暗中勾结在一起了。你对得起大周长公主这五个字吗？勾结？你们错了，我本就是东夷王室的人。
么？你是东夷王室的人，这不可能。不错，长公主是我们东夷的人，而且是我们东夷的公主。东夷公主，看来我低估了长公主的身份和背景。没错，我就是东夷长公主。当年东夷为了渗透大周，把刚出生的我和大周的公主进行了对调，之后不断给我资源，不断扶持我，让我成为整个大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长公主，为的就是将来让我能够帮助东夷控制大周，来一出蟒雀吞龙，以成就我东夷大业。你们东夷人还真是心思歹毒啊，几十年前就对我大周图谋不轨，还搞出这种狸猫换太子的计划。成王败寇，阴谋不阴谋的有什么所谓，只要最后能胜利就行。但是看你们现在的样子，蟒雀吞龙好像还不是很成功啊。七年前的交战，七国大军原本与我能里应外合，一举拿下大周，没想到半路却杀出一个黑暗天子。黑暗天子不仅挡住了七国大军的攻击，还把七国大军赶到了边界线，可是斩杀了我几百万的七国精锐，逼得七国和谈。是你毁坏了我们的计划，是你杀死了我们几十万同胞，真是罪该万死。你可真是不要脸啊！你们东夷亡我大周之心不死，现在说起来倒像是我们侵略你一样。如果不是你，七年前我们就已经拿下大周，瓜分大周，何苦要这样再等待七年？这七年来不断侵犯我大周，都被黑暗天子反杀，如今你们的计划没有实现，而且还死伤惨重，没想到你们不死心，打着和谈的幌子解散黑暗军团，打开城门杀掉萧卫国，由你引狼入室，对不对？聪明，可惜唯一没想到的是，萧卫国和萧龙飞竟然对调了身份，没能在第一时间杀死真正的黑暗天子，这不仅让山口太郎借题发挥不成，还被困在了萧家祠堂，逼得天葬大师和我前来。山口太郎和萧静在萧家祠堂结婚也是故意的。没错，我们不仅要让萧家村血流成河，还要把破坏和谈的黑锅甩到你们的身上，可惜这一切都被萧龙飞破坏了。是我对不起大哥，对调身份害死了他，不过大哥的血仇我会全部讨回来。讨回来？你大势已去，你拿什么讨回来？只要黑暗天子还活着，就能重振黑暗军团，重新统帅大周。就如山口太郎说的，七国大军已经入关，大势所趋，黑暗天子你的死活已经不重要，而我已经练成了化雪神功，黑暗天子在我面前就如同一只蝼蚁一样弱小。黑暗天子，你快从后门逃出去，我来给你断后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大周就还有机会。走，你们杀了天葬大师，知道了这么多，我怎么可能让你们走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就别再争执，赶紧跪下乖乖受死，说不定本公主一开心还能给你一个痛，否则就等着乖乖被我折磨死。你还想折磨死我？真是大言不惭！在我眼中，像你这般吃里扒外的，我一根手指就可以要你的命。黑暗天子，化雪神功乃是东夷第一神功，一旦练成，就能以一敌千，不可小瞧啊！快走，快走啊！放心吧，他的化雪神功在我眼中，不过就像萤火之光一般微弱罢了，伤不了我半分。况且，我还没有亲自手刃山口太郎。又怎么可能会走呢？小龙飞想杀了我，别说我的十万大军就要到了，就算我没有援兵，就凭长公主一个人就可以踩死你们。只可惜啊，你们踩不死我，甚至还要再搭上自己的性命。狂妄，区区一条看门狗也敢跟本公主叫嚣，找死！龙飞小心！龙影虎啸！龙吟虎啸，这是黑暗天子的独创秘籍，看来真的是黑暗天子。混蛋，你自散了我的化雪神功，还震碎了我的丹田，让我成为了一个废人，怎么这么强大？并不是我太强，而是你太弱，我本不愿意再动武，只想简简单单做个平凡人，却没想到你一再逼我，那就休怪我手下无情。
黑暗天子，你看在我是长公主的份上，饶我一命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。呸！你都不是大周的血脉，还好意思说你是长公主？说的不错，你这种败类必须死。小龙飞，就算是长公主没有大周的血脉，但是她手里有免死金牌，况且她还是你们大周派来的和谈使者。如果你杀了长公主的话，我父亲一定会愤怒无比，到时候你们大周死伤几十万人，才能平息我们东夷人的怒火。你不是黑暗天子吗？你不是大周的守护神吗？还是你喜欢看到你们大周生灵涂炭，老百姓流离失所吗？今天谁也保不住他。小路飞，今天长公主我保定了。小主，十万东夷先锋已经包围萧家村，随时天我差遣。小龙飞，听到了吗？我的东夷十万大军已经到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那些士兵们全都是我们东夷精锐中的精锐。就算你是黑暗天子又怎么样？他们一样能把你砍掉。厉战神，龙飞，不好！七国大军真的杀入大周，一路势如破竹，无人可挡。小龙飞，看到了吗？现在可不止十万大军了，现在我还有百万雄兵。你一个光杆司令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现在立马放了长公主，我兴许还可以饶你条狗命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要让整个萧家村血流成河，十万东夷先锋杀你们几千号萧家村民。想想这个画面，我都觉得刺激。黑暗天子又怎么样？你没死又怎么样？今天还不是得向我们东夷低头？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你什么意思？还敢动我？你却不怕整个萧家村给你陪葬？现在你能奈我何？小龙飞竟然敢伤公主，我看你是找死。东夷护卫听令。抱歉，我等的人也到了。东夷天子回归。什么？死境修罗？黑暗天子麾下的四大战将，他们不是已经跟黑暗军团已解散了吗？没错，在和谈前夕，我就已经拿着国主的手令，让黑暗天子拿出停战和解散黑暗军团的诚意。怎么？黑暗军团可是追随我多年，出生入死的兄弟，哪怕解散了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他们也会回归。兄弟们，我本想卸甲归田，回归平淡生活，但奈何东夷七国不想让我安稳，你们说该怎么办？杀杀杀！太好了，不仅黑暗天子回归了，黑暗军团也都回来了，我萧家村有救了，大周有救了。黑暗天子和黑暗军团回归了，该轮到他们东夷颤抖了。黑暗天子回归又怎么样？紫禁修罗回归又怎么样？我十万东夷先锋后面还有百万雄兵，我一声令下，不管是你黑暗天子，还是紫禁修罗，还是你们这群，都得给我死！对，快放我们，不然战火一起，可不是你萧龙飞能承受得起的。我本仁慈，但奈何你们逼着我屠戮苍生，我的怒火才是你们无法忍受的。天子，东夷十万先锋已被我黑暗军团全歼。天子，黑暗军团复仇完成，西国亡国灭种。不可能，你灭了七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你们是为了拖延时间才故意这么做的。你们能灭了七国，我不相信。对，七国不仅有百万大军，还有坚固城池，黑暗天子征战十年都没能灭掉他们，怎么可能现在说灭就灭？黑暗天子是不会骗人的，他说灭了七国就一定是灭了，
我之前只是觉得你们七国是白眼狼，但是罪不至于亡国，所以给你们留下了一线生机，让大周跟你们和谈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我放过你们，你们却以和谈为幌子，杀我大哥，犯我大周，还羞辱我嫂子。与其把你们留下祸乱大周，还不如把你们全部杀光，以绝后患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你们不可能灭了我们东夷，绝对不可能。你们根本就没这个实力。对，我们不相信，齐国兵强马壮，怎么可能轻易灭国？少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我们的十万精锐、百万联军都没了。少主，黑暗军团突发奇袭，血洗齐国王城，杀了齐国国主，董仪也亡国了。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就算是让我死，你也得告诉我，让我死得心服口服。当我看见我大哥棺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们根本没有一丝和平之心。所谓的和谈，只是用来迷惑大周的手段罢了。你们想利用和谈的这点时间，迅速集结百万大军，然后趁大周不备，兵临城下，打大周一个措手不及。因此，在你们来萧家闹事的时候，我就暗中派四进修罗聚集黑暗军团，在你们进入大周的必经之路上伏击你们。同时，我还派人趁你们七国空虚长驱直入，血洗王宫。脸好毒，好狠！这是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残忍？连一个投降的机会都不给我们！龙有逆鳞处之必死，如我嫂子杀我大哥，血债就必须血偿。黑暗天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求求你饶了我，我给你当牛做马好不好？求求你饶了我！走狗尚可烹饪，我留你这个有何用？山口太郎，犯我山河欺凌遗孀，杀我大哥，从即日起断其四肢，立即行凌迟。我不要凌迟，你让我死行不行？我不要凌迟，我不要凌迟，你让我死，让我死啊！杀了我，杀了我，给我一个痛快。黑暗天子，我可是长公主，大周的国主非常疼爱我，你不能杀我。外贼可恶，但你这种内贼更该死。只要你不杀我，我还可以嫁给你，让你成为天下第一驸马，我还可以成为你的贤内助。你根本就不配，你这种人只能以死谢罪。大哥，列祖列宗们，如今山河已定，四境安邦，贼寇除尽，你可以安息了。大哥，又是一年中秋节，我来看你，还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月饼和烧刀子。你放心，嫂子的身体现在已经完全恢复，霍鲁也学会走路了，我会继续照顾好他们的。他们母子正在拜祭穆女帅，等拜祭完了，也会过来看你的，然后一起过个中秋。大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如果当初不是和你调换身份，你也不会惨遭小人暗算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东夷七国给灭了，还把他们安插在大周境内的探子全部清除。如今的大周，国泰民安，山河无恙，人民安居乐业，你的心愿终于实现了。等破鲁再大一点，我也会带他出去转转，看看我大周的大好河山。你就安息吧。黑暗天子，北境十万火急，
百万北夷大军直抵第一关。犯我大周者，虽远必诛。出兵，北方。